Michael all the today pick up? Yeah. Oh, okay. 搁外边放了好长时间，早都给它喷好了，有点毛病再给它补齐哈。Some color? Yeah, this one was here to be brush touched basically. This one up too, it's gonna go to some hotel, I think. 这上面有壳的这家公司的。 那边那个大铁的这个是另一家公司的，这是 Jerry 的。这个 Jerry 喜欢在木头上喷花，这个不愿意接他的活吧，那个他就相中我们家这个干活的，结果给他放在这儿两年才喷起来，就快拉走了。啊，这台房车。 一九四八年回购，他想改装房车。这个机芯拿走了，能有5、6年了，给了人家10000块钱修，到现在都没把机芯拿回来，所以全部停工，里边还有很多的，没有不少东西，啊，全是空的。这他自己干，得等到啥时候干，能干起来？ 正好接，又录一下，它会喷漆吗？原来的颜色它都喷成绿的了。这里边全空的，全扒了。原来是一个大客吗？告诉他要改成一个房车吗？房车卖才多少钱呢？也没多钱呢，你非得改它干啥呀？不一样啊，人家非要改呀。哎呀，我说你就。 原来这里边一堆小猫跑进来下崽了，成了个猫窝了。看这里边这些，搬家公司的车来了。嗨，这个门是咱家专门给妈妈进的，他动车进来，这边是我家，一般都用这个门进，那个门出。 Little bit too tall， 车了，这个院里倒车倒过来，咱家一共3个门，这个是这后边还有个门的，从来不开，除非进来大型车，这些房车都是从后门进来的。